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是我最理想，是你家。
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承蒙上帝的恩典，和黄牧师的邀请啊，这个礼拜由我与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这个礼拜我给大家带来一段圣经，记载在约伯记第一章20-22节。圣经是这样说的：约伯便起来撕裂万宝，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圣经再次读到这里。各位长辈弟兄姐妹，这两年来因为疫情的缘故啊，全世界死了不少的人。最近在我们中国河南也因为洪水的缘故又死了不少的人，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内常常听到这些灾难的消息之后，我们就谈死色变，谈疫情色变。耶稣曾经说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看到苦难是不断的充满了我们整个的人类整个的人生。关于死亡无非会来自这几个方面。第一来自于天灾，比方说海啸啦地震啦洪水啦这个疫情啦瘟疫啦等等。第二呢，是来自于人祸，战争之间的死亡，因为仇恨产生谋杀的死亡，或者自我想不开、自我了断的死亡。第三个呢，我们常称之为自然的死，也就是生老病死的离去。最大的灾难，无论如何大的灾难，也莫过于死亡了。所以一谈到这个关于这个死亡的苦难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全世界最苦难最深重的民族，那就是犹太民族莫属。谈到个人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约伯记里面所记载的约伯。这个约伯啊，他曾经圣经描述他是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他有非常多的财富，有3000的骆驼，500对的牛，500母驴，并且有许多的仆婢，他是东方至大的，还有10个儿女。然而突然在一时间里面，他把他的财富挪去了，甚至把他的10个儿女的生命也收走了。暂时还不够，他从头到脚生了疮，甚至要死。他原来是如此，突然之间转变到这个地步，落差如此之大，他竟然还能说出，他说，我赤身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哇，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背景，又听到他这样的一句感肺从心而吐露出来的一句话，让我感到他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敬虔的神的一个好儿女。在如此落差之大中，他还一点都不糊涂，非常清楚自己的人生。所以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今天巴不得约在这样的苦难，常常听到死亡的苦难的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时刻里，我们一起来思想关于约伯记里面的约伯的苦难，从他的苦难当中带出一些使我们可以得安慰，使我们信心的坚定，使我们更加可以在这个世界中间把我们的心从地上吸引到天上去。所以呢，今天我就用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生与死。生与死，什么叫生？就是人生的开始，死就是人生的结束。所以我们讲什么叫人生呢？人生就是生到死的这一个过程，这段距离叫做人生。这段人生有的长有的短，无论长还是短，它里面充满了很这个风风雨雨，充满了坎坎坷坷，充满了非常多的苦难，喜怒哀乐。我们常用一句话说，生老病死。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历这样生老病死，这还是非常荣幸的一生，因为他能够通过老了去死。很多人没有这么幸运，年轻的时候就病死了，还有很多人在年幼的时候夭折了，甚至很多很多的人在母腹里面就把他的生命夺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相同有不同，但是我们深深的看见，无论怎样的不同中间，都离不开生老病死过程当中的几大。生命的不在于长和短，正像文章不在于长和短，在乎精彩不精彩。我们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马土撒拉活了969岁，然而圣经却用4节去描述他，一节描述他是水生的，以诺生的，还有一节圣经描述他生出了干什么，生儿养女，结果如何？他活了969岁，死了。弟兄姐妹，是世界上最记录有以来最长寿的一个人，活了969岁。然而圣经只用4句话
描述它，记载它。我们反观一下，所有的人，所有世界上的动物也不是如此吗？是谁生的？要生出来，生儿养女，传宗接代，最后几岁死了，对不对？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圣经记载主耶稣呢，我们常说圣经六十六句句讲基督，这么厚的一本圣经全都是讲主耶稣有关的。约翰写到最后的时候，在约翰福音最后一节说，如果把耶稣所行的事一一的记载下来，那么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可想而知，耶稣只有活了短短33年，在世界上他活出了精彩的人生，他活出了丰盛的人生。所以长辈弟兄姐妹，他不但自己活出丰盛的人生，他来到世界上告诉我们，他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要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一个丰富的人生。又巴不得今天我通过约伯所讲的这几节圣经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跟让我们所有讲听的以及我讲的都能够得造就的帮助，让我们成为一个丰富丰盛生命的人生。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来讲第一点。圣经说21节的上半节，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什么叫做赤身？赤身就是没有穿衣服嘛，光溜溜的来，光溜溜的去。什么叫光溜溜？就是一无所有的来，一无所有的去。用我们常讲的话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第一点我跟大家思想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弟兄姐妹，约伯是谁？他是一个富豪，有几千的骆驼，500对的牛，500对的驴，很多的仆婢，10个儿女。他是一个自大的有名的，却在这个时候落魄到一无所有，甚至自己全身生了疮，落差如此之大，他竟然会讲出赤身于母胎，我必赤身归回。用我们的话讲，他竟然会讲出生不带来，这一切都死不带去。他还是能够讲出如此的坦荡的话，弟兄姐妹，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像他拥有过这么多的财富。如我们常看到很多的人，他没有富过，他处在贫穷当中他还可以，如果他有过钱，有过富裕生活过，一点点苦他就无法吃了。约伯却不是如此，他这么富有，这么有名，这么自大，到如落魄到如此地步，很多的甚至自己要好的朋友都去会耻笑他了，耻笑他所信的神。他却非常坦然的讲，非常潇洒的说，生这一切都生万都是生万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弟兄姐妹，从这一点可想而知，我对跟我们跟他对比的时候，我们已经相差甚远了。我们常常为了名，为了这个面子，我们可以付出任何的代价。我们为了一点利，我们为了一点钱财，我们可以赴汤蹈火。耶稣说，人若赚到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可能我们都懂得这个算术题，但是我们不会按着这个算术题去生活。
我们常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我们常常为了一些生活琐事，我们会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凡事向前看，好像你有了钱之后，你就是最聪明的，你有了钱好像你是非常了不起的，很伟大，你有了钱你就是成功人士，你没有钱你什么都不是，你再聪明再能干再一好，人家可能会轻看藐视。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国家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什么叫中心，就是以它为我们所共同努力追求共同奋斗的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向为此看，因此而可以六亲不认，为此可以付上自己所有的辛劳，所有的生命，甚至生命的代价。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切努力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约伯告诉我们说，赤身出于母胎，我们也必赤身归回，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一切。我想很多的时候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过着愚昧的生活，眼睛看起来，眼睛想，脑子里想的是钱，看的是钱，眼睛闭了，我们还是思考的是钱。诗篇告诉我们说，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不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我们在昼夜思想世界上的财产，故此我们成为一个愚昧的人。耶稣曾经讲过，对一个残疾说，今天就要你的灵魂了，你还能拿什么来换呢？弟兄姐妹，我们仔细想想，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永远只能放在第二位，只能放在末位。钱跟生命相比，你要钱还是要生命呢？你肯定是要生命啊！你要儿女还是要钱呢？肯定要儿女啊！你要房子还是要钱呢？你肯定要房子。你要车子，肯定要车子啊！因为要车子，你宁愿把钱给别人啊，一大笔，然后拿了人家车。你要这个西装革履还是要钱呢？你要西装革履啊！您否则的话，你就我钱不给人家，我也不要这个衣服，对不对？我要你说是钱重要还是我这本书重要呢？当然这本书比钱更重要，否则为什么我要把钱给别人，要拿了这边一本书来呢？所以金钱永远是只能是老二，只能是放在末后位的。最近我碰见几个华人，我告诉他们，当我们教会恢复的时候，请他们到我们的教会去做礼拜。结果有个弟兄说啊，教会去要奉献十分之一的。还有姐妹街上说啊，教会还要去钱的，去教会还要出钱的啊，那我就不去了。弟兄姐妹，在很多不幸的朋友弟兄姐妹心中，认为凡事无论在哪里都是讲钱的啊，有钱就好说话，没钱哪里去都不好受。所以后来我简单的跟他们解释，不是你们想象的。如果我说三个步啊，一个呢，如果你是不是还不是基督徒，你就不用奉献，因为你不是教会的一份子，你不是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你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第二，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还不清楚奉献的道理，
你如果是自己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还不明白圣经关于奉献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你也不用奉献啊，免得你犯罪，好像我们教会这么缺钱，上帝这么可怜似的啊，需要我们奉献一点钱，他才可能把他的工做好，不是的。第三，如果你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了，你也认为自己已经非常明白圣经的奉献的真理，你不甘心乐意，也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你也不用奉献啊，因为这样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所以如果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不用奉献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不明白奉献的真理，你也不用奉献。如果你是基督徒又明白圣经真理而不甘心乐意的奉献的，你也不用奉献。如果说你这三个都成了，那么你的奉献是才有大有价值的。所以我简单给他们讲了之后，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进去，但是至少我知道啊，我们教他们很多可能会觉得来教会需要奉献钱，就成为了他们的拦路虎，他们就不敢拦到教会来。弟兄姐妹，所以作为我们传道人，作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当碰到这样的问题，我想应该简单的向他们声明，我们做为神做的工，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不是做保险拉人头，不是做保险啊，为了赚钱赚利润。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这些事呢？就常常感觉到这个环境的人，他们眼里只有钱，思想里只有钱。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约伯所讲的思想里，我想不止约伯，其他的宗教，我们社会的经验，很多的老者也早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间之上的东西，很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去面对呢？我想也提出了三点。第一点就是要知足常乐。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没有带什么去，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正像这个箴言书三十章这个雅古尔所提出的言语当中所提出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求你使我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我们不要虚假的人，不要满口讲谎言的人，我们要求上帝将虚假和谎言离开我们。第二样呢，叫我们不贫穷也不富足，怕贫穷了之后呢，我们会去偷窃亵渎上帝的名；如果富足了之后呢，我们就忘记了自己，饱足了自之后呢，就不认耶和华神是谁了。这是第二，我们要求两件事，将虚晃和谎言离开我们。第二个，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贫穷也不富足。第三个呢，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要知道重赐，首先要求神的话然后才是这一些日用的饮食。也就是说耶稣说过的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样的人生过程里面，
应有的心态。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对这个俗世的，对这些钱财、名誉、地位，我们不要过于重视了，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都是过眼云烟，很快就过去。我们也不要太忧虑了，过于忧虑了。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上帝赏去养活它，何况我们呢？地上的儿女都知道，父母都知道，儿女要饼的时候不会拿石头给他，要鱼的时候不会拿蛇给他，何况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呢？他难道不比我们地上的父母更爱自己的儿女吗？所以我们也不必过于忧虑，因为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有，我们也更不要贪得无厌，贪财是万恶之根，贪心是我们今天眷恋这个世界、羡慕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啊奉献自己，这是一点都不值的。所以这个是我跟大家思想的第一点。第二点，圣经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神，他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无所不在的神。因为当我们还没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已经存在，没有世界的时候他就存在。而我们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仍然在。所以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从神那里来，是他赐给我们，为我们预备的。就像我的孩子，他没来前，我们夫妇俩就为他预备了很多。但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尽自己的所能的养育他。我们的神其实早就这样做了，并且把这样的功能放在所有父母的生命里头。然后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这世间的时候，当然这一间仍然是在上帝的里面。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的吗？不是的，我们是有所带来，有所带去的。耶稣曾经讲过，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将来还要来接你们，我在哪里，那里你们也必在那里。长辈弟兄姐妹，耶稣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如果说我们将来是走了之后，我们一无所有的去，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了，那我们到哪里去呢？耶稣为我们预备不是多此一举吗？对不对？还有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人死了之后就没了吗？怎么还有审判呢？这边没有完，还有什么审判什么呢？那当然我们有东西带去，他才可以审判呀。那这个带去的是什么？带去的当然是我们最宝贵的灵魂。因为我们倒退退过来就知道了，既然有带去，那么我们也一定有带来。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创世纪里面记载给我们看见，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啊，用两样的材料，一就是用地上的尘土造
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造好了之后呢，他将自己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第二样就是上帝的灵吹在人的这个泥土所造的这个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活的人。怎么活起来？因为有灵魂他才活起来。如果没有灵魂，你再年轻，你再漂亮，那也要把你当作垃圾拿去扔掉，拿去烧掉。如果说你因为有灵魂的缘故，你再老，你再丑，你不用放在冰箱里，也不会坏掉，也不能把你当垃圾扔掉，仍然跟年轻的生命是同等价值的。没有谁的生命年纪轻的贵，年纪老的就贱。故此，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说尘归尘，灵归自灵的神，我们土造的有一天离开死了之后，仍然归于这个泥土。然后上帝造我们的灵要到哪里去呢？那当然要有一个地方去。所以第二点我跟大家思想的是，生有带来，死有带去。生有带来，死有带去。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有罪的生命。我们带去什么呢？我们如果还是有罪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要被拐出门外，哀哭切齿。如果我们能够带去的是到神那里去，进入神国的，那么我们需要带去什么呢？那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是信耶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带着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将义的代替不义的，将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我们在世界上把短短的几十年当中选择耶稣基督，也就是把我们的罪的有罪的生命这个罪解决掉，我们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经过上帝的审判台，进到他的国度里面。这是他的应许，这也是他把自己独生儿子赐下来，来拯救我，成为我们的救主，来在十字架上成就大功的一个作为，这个目的。所以圣经说，耶稣他的名字就叫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还有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来到地上来干什么呢？他为了能够解决在上帝面前人的罪。圣经并且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深深的知道，在这个世界活的短暂几十年是非常关键的几十年，这是关乎我们永远的事情，关乎我们将来的事情，关于我们甚至死后的事情。我们如果说没有带着耶稣，今天选择耶稣的话，那么我们仍然带着有罪而离开这个世界，结果我们去的是要哀哭切齿。对，机会是有限的，光阴一去是不复返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今天脱了鞋后袜，不知道明天穿不穿。多少的人身体比我们好，财富比我们多，但是他们没有躲过
2020年。弟兄姐妹，我们竟然仍然还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间，我们要感到庆幸，同时我们要感到如履薄冰，我们要抓紧机会，抓紧时间，甚牢牢地抓住耶稣这张票。我们不但自己抓住，我们也要把他介绍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身边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得着耶稣。耶稣自己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就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抓紧这个机会，我们先把这张门票牢牢地放在捏在手里，以致有一天突然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去见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谁能够知道下一秒的事情？谁能知道今天晚上睡觉之后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现在就是你我的机会。保罗曾经讲过两句非常有名的话，我想各位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第一句话记载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看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看已经看这个世界的万物为有损的，看作是粪土，看世界为粪土，看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什么看世界为粪土？因为世界的一切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都是很有限的价值，只不过是眼前的肉体的小虚用的一点点的东西，而且大东西上帝都已经给我们解决了。空气总比雨水重要，对不对？没有水几天可以活，没有空气几分钟。水比食物总重要，没有食物可能活了比较长一点，没有水可能就没有几天可以活。所以这还把非常不重要的这些东西叫我们自己尽一点点的责任。广牧师讲神的应许和人的责任嘛，这人的尽一点的责任你就能够得到的，上帝就会赏赐给你的。所以你不必要把它看作什么样的至宝，就看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什么靠看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呢？因为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带有罪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把它重新更换，成为一个新生命的称义的一个新生命，然后到有一天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凭主耶稣基督这个至宝，我们得着国度的恩典。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里面讲，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很有才干的人，很有身份的人。圣经里面新约总共26卷，他就写了13卷书信。因为很多的神学，很多的难题，都因为通过他的书信我们才了解传备的知道神的真理。如果说没有他的书信，我们还是真的不能更像现在这样的去了解我们所信的神和耶稣基督的救恩。但他却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不是他不知道，
乃是他深深的知道，这些只不过是世上的小学。你有几个科学家的头衔，几个博士头衔，你有学府车，那有什么用呢？如果不知道没不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救恩的真理的话，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耶稣讲过了，天地万物都要有一天都要废去，他的话一点一话也不会废去。什么意思？我们很多现在中国啊，国民党的过去的一些丰功伟绩，在中国你都找不到，没有人去关注，没有人去知道的。很多全世界的传教士、牧师、传道者啊，到中国去传福音、建教会、建学校、建孤儿院，但是现在全都给你抹杀了。很多的著作都被焚烧了，弟兄姐妹，这还没有几百年、几千年呢。所以我们很多的文学，我们很多的著作，我们很多的影片，可能可以存留到几百年、上千年，但是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这些价值仍然是非常之有限的。唯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是关乎万民的，那是关乎我们永恒的。有十字架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的了解，这个知道这一个，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永生，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进到神国度里面去的福分。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要看世界为粪土，看耶稣基督为至宝。在这世界上你再聪明再能干，你在上帝面前要说，在死亡跟生命面前要说，我不知道别的，我一无所知。但是有一样你不能不知，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盼望今天通过今天小弟兄跟大家的分享，让大家真正了解我们人生眼睛在世界上的真相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不只是约伯如此讲啊，所罗门王曾经在传道书也是如此讲，叫做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尽都虚空。弟兄姐妹，基督教是个积极的宗教，不是消极的，是一个光明的宗教，不是黑暗的，所以给我们带来失望的宗教，不是给我们带来没有盼望的宗教。然而这个话讲起来好像跟其他宗教没有两样，其实不是的。这只不过这些伟大的人物啊，圣徒把人生的本相向我们揭露。然而最终要给我们带到哪里，有一个答案的地方去。所以所罗门讲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为什么要我们敬畏耶和华，让我们这个认识至圣者？因为认识他，我们就不再虚空了，否则我多此一举了，对不对？反正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吃喝快乐吧，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不是的，约伯也一样，赤身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既然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还要称颂耶和华干什么？我还要去做礼拜干什么？我还要去啊，奉献金钱啊，奉献时间啊，奉甚至我们的身体干什么？不是多此一举吗？不是的，因为敬畏耶和华并不虚空。让我们通过认识虚空，让我们去寻找那不虚空的主。
因为我们怎么样才不虚空？保罗给了我们答案，要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要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我们今天生就能够得着永恒的福乐。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今天我就跟大家思想到这里，愿神祝福他的话。下面请再次闭目，有小弟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今天孩子通过这样的方式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约伯记第一章20-22节约伯经历当中的一句名言，通过这句话让我们认识到，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活在这个世界短暂的几十年当中，从生到死的过程里面，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我们要不要太重视这个世界的物质、世界的名誉、世界的地位、今生的骄傲、肉体的骄傲、眼目的情欲，你都要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书让我们也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更不要贪爱钱财以致迷惑自己陷在里面，让我们从看到人生是这样的虚空，这样的一个没有价值、很少价值的人生之后，让我们能够抬头举目望天，看见你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希望，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主啊，谢谢你，你祝福我们这所有听到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这个疫情中间，在这个不能实体教会做礼拜的期间平稳安静，能够像一个婴孩一样依靠在你主的怀中，像一个雏鸡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主啊，享受你所赐的平安喜乐。主，谢谢你，愿将荣耀归给你。虽然面对这个镜头，孩子初次尝试有很多的缺陷，但愿让有听到的人能够去其糟粕啊，取其精华，以致使我们同得造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将荣耀归给你。这样同声合一祷告，奉主名求，阿们。Thank you.
来唱赞美神，作为我们的结束。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的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